深渊中部分灵力被剥夺，诚然痛苦，但与你也并非是坏事。你重新修炼的灵力和自己的融合度更佳，药灵上神之力也有望真正成为你自己的力量。啊，这么说我还因祸得福了？张嘴。啊？啊？什么呀？这药丸是诸多药材结合了玄灵木的灵气炼制而成，对你的修为也是大有裨益。玄灵木的灵气，你做什么？玄灵木的灵气可以断了人的杂念，那岂不是要让我断了对你、对陆离的念头？不行，我就算死也不能忘了陆离。不会忘。若是真的情到深处，即便是倾尽玄灵木之力，也化不去那一点相思。可世俗之情固执无趣，陷得深了只会徒惹麻烦。你才无趣呢。我身属三界，念见众生，清心涤虑，的确无趣。你可多多结识脾性相投的有趣之人，才不至于如此狭隘。洛哥上仙。嗯。陆离就是与我脾性相投的有趣之人。嗯。说好不让我沾你一片衣角，可为何让我抓了你一整夜的衣袖呢？哥哥，谢谢你，你护了我一整夜。想多了，我只是从不欠人。